人也得救啊，那是人。可是，咱们都跨出这么远了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？有我在，你放心吧。可是我听说这附近有鲨鱼。鲨鱼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的救生衣里有防鲨装置。在哪儿啊？左边有一个绳，你一拉，防鲨剂就自动会流到海底，鲨鱼就不敢靠近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郑大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这要检验测量法，我看看这个舰桨离我们有多远。还有多远？3.6海里。咱们还救吗？他是我们的战友，你说吧。对。来。这么久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真是无组织无纪律。训练，跟人家一个陌生男的划船那么久还不回来。班长，我觉得没信号回来，必须当着全班的面做检查。把训练当成儿戏？哦，当时在公园划船谈恋爱呢。能不能少说两句？干嘛总说我呀？又不是我没回来。教导员，天都快黑了，他们也没回来。这，哎，怎么看不见了？坏了，傍晚海上有大浪，肯定出事儿了。起风了，浪很大呀，目前还没有发现失踪的人员。我们呢，把所有能够抗风浪的训练舰、补给船全部派出去，扩大搜索范围。郑大哥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，郑大哥！别吵，我还没睡醒呢。郑大哥，你起来看看，咱们这是到哪儿了？我看过了，是孤岛。你已经醒过了？那你不管我？我要是不管你，你就不会躺在沙滩上，而是躺在海底了。咱们是怎么上来的？啊？你
是我拖上来的，我是怎么上来的我就不知道了。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？让他给呛晕了呗。我昨天的样子是不是特狼狈啊？狼不狼狈我不清楚，反正怎么叫你都不醒，可把我给吓坏了。那你后来是怎么把我弄醒的？人工哎呀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加点东西，把肚子填饱了。啊？哎，等等我。来，吃饭。哎呦，真得感谢你们参谋长，要不是他撵着我出去啊，搞野外生存训练，我还真不知道这荒山野岭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。来，吃吧。我不饿。你漂了一晚上了，怎么可能不饿呢？来，吃。就这么吃啊？可不就这么吃吗？味道不好啊。哎。哎，你说这天也没办法。等天气好了，我给你弄辆车来吃。那。来，杨姨。郑大哥。啊。你说这雨这么下下去，这上面会不会塌下来啊？太聪明了，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啊。上面万一塌下来把我们活埋了，过了几千年以后，这考古学家把我们一挖出来，哎呦，这不是蜗居山里的土匪吗？什么呀，人家一看我就知道我是良家女子。什么呀，人家一看就是两对骨头，能不能分出你是女的都难说。哎，忘了问你，你们家那未婚夫年龄挺大的，长得挺胖的，现在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啊，三天两头的给我写信打电话，烦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军人，自己的事儿一定自己拿主意，谁都不能强迫你，听见没？嗯。值班室，我是训练舰，在海上发现失踪的橡皮艇，已经破烂，我们分析有被鲨鱼破坏的可能。发现人了没有？再次扩大搜寻的范围，特别要注意海中无人岛上的动静。明白。有情况吗？他们要是飘到上面，会看到我们的船，应该会想办法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的。
张大哥，为什么要分成三队啊？三队火，呈三角形摆放，是国际通用求救信号。信号你就要向北丢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来，打开。好。一会儿就开饭，来拿着。哎，张大哥，你拿鞋带干嘛呀？钓鱼。嘿，等着。啊。坏了吧？尝尝，正宗的新疆阿凡提大叔的烧烤。好吃，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鱼了。是吧？哎，我都直流口水了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太香了。二十多个小时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天黑了，回去吧。梅杏儿，啊，你把你身上这件衣服，你拿去烤烤吧，贴在身上容易着凉。我转过去，你换吧。只要我们这几队火不灭啊，他们就一定能发现我们，救我们出去的。我听说建宇学院的领导已经请求海航飞机明天一早协助搜寻，相信会有他们下落的。陈大哥，我换好了，你再过来吧。好。行了，台阶好了，你休息吧。哎，张大哥，你别走了。啊？我一个人在这害怕。
怕。哦，行吧。哎，郑大哥。啊。哎。听老人说，天上的星星也是有生命的。是啊，宇宙也有诞生和衰亡的过程。那你说他们会恋爱结婚吗？什么？哦，哼，应该不会吧？这两个星要是撞在一块儿，那就成了大碰撞了，还不粉身碎骨啊？大哥，你睡会儿吧，我看着火。我看着，你睡会儿吧。我不困，你睡吧。也行，那你千万别让火灭了。嗯。火小了，就添点瓦柴，听见飞机的声音你就叫我一声，啊。好，放心吧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开着火，你怎么让它灭了？不是你怎么搞的呀？你怎么会让它灭了呢？人家飞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干什么吃的？笨得跟猪一样。别哭了，我不该骂你，对不起。郑大哥，都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我们在乡下骂过，一定会有办法，一定会有办法。方圆100海里范围内。进行了拉网式搜寻，没有发现失踪人员的下落。立即向海军机关求援，请求继续派飞机搜寻。没事，没事。发烧了，郑大哥，我可能是得了急性肺炎，特别冷。没有药。等我一会儿。
同志别动，马上回来。可惜啊，现在没有盐，味道没那么好。不过喝了，你的病就好了。班长，班长，吃饭吗？我去趟鉴定学院。班长，你大哥，好冷，阿菊，没事，只要我们能坚持住，他们一定会发现我们的。会救我们回去的。报告。进来。这是谁呀？首长，军医大学学员秦思婷。首长，我想问一下，郑元海和梅先生他们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出海的时候带给养了吗？什么都没有，只是随身携带了一个医药箱。你不要担心。我们已经派人去搜救他们了。首长，他们一定是遇到危险了，否则不会不回来的。请您多派些飞机和舰艇去搜救他们好吗？同志，你别急，回去等消息吧。啊。嗯。首长，你们千万不要放弃，他们一定还活着。没事，你醒醒。没事，你醒醒，你来看他，他们来了，他们看见我们的求救信号，来救我们来了。没事，你快看他，他们来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发现了，我来保持上面。1号1号，我是21，发现目标。在沙礁岛东南海岸沙滩上发现失踪人员。班长，梅先生找到了。
没事了，没信儿也没事了，我把他交还给你，不过他还得在医院里边休息休息啊。害得咱班长担心死了，两天连一口饭都没吃呢。让你们没有担心了，谢谢。要谢我吗？你就老实交代，和你一起流落到海上那个海军军官帅吗？对啊，这两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故事啊？特别值得回味吧？不会是故意躲到海上不让我们发现吧？就是啊。行了。瞎说八道什么呀？就是。哎呦，怎么那么热闹？大老远就听见你们白话。哎呀，人家来看杏儿了，咱还是走吧啊！哎，别走啊！哎，走。拜拜。哎，老实交代，在渺无人烟的荒岛上，有没有欺负我们杏儿？当然欺负了。开玩笑，你们都出去带着手术刀，谁敢呢？可得老实点儿。没问题。杏儿，走了啊！再见啊！嗯。哎，怎么样？没事了。郑大哥，你不好好休息，你干嘛来看我呀？患难战友，不过来看一下，你说我这心里怎么能够放心得下？哦，你们烧不烧？不烧了。郑大哥，你身体真的没事了吗？五个馒头，两碗红烧肉，外加美美的睡了一觉，能不康复吗？我这身子骨，你说呢？嗯。你知道吗？这次回去我们班那些同学也是。袁海，你说。啊。你去吧，思婷姐叫你呢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啊？怎么了？叫我出来也不说话，怎么了？不说话，我走了。站住！开个玩笑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蒋元海。啊？你说你逞什么能啊？怎么了？你出事了怎么办？这不没出事吗？你万一回不来呢？万一回不来，我就融入大海。这可是一个水兵最好的归宿啊！啊！去死吧你！我再不想见到你了。哎，你开个玩笑，犯得着这么着急吗？哎，昨天你见到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这样？今天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怕万一没信出事儿，你这个班长得负责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得向你赔礼道歉。对不起，真的，啊！你长没长心呢？想什么？神经病！你怎么回来了？哎，我病了，你也回部队。你过来。今天呢，准备来看看你。我看看。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我能出什么事儿？不是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特别不好。啊？你呢？特别固执，不听领导的话，驾着的军舰一下子就撞到了那个。哎呦妈，您就别胡思乱想了。您儿子呀，离当舰长驾军舰还早着呢，您就放心吧啊。不是，我说这次回部队以后啊，一定要稳重啊。俗话说，出头的船子先烂，知道吗？妈，按您这么说，谁都不出头，那咱们部队还进步不进步了？可是你毕竟跟别人不一样。我知道了，遇事要稳重，遇事三思而后行，您都说了一百遍了。妈，您就坐下，放心吧啊。我给你好好捏捏。其实我最不放心的，来，你过来。
如果鲁怀成知道了你是郑毅的儿子，会怎么样？妈，通过这段时间在部队的观察，我觉得鲁怀成这个人还是心胸蛮开阔的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可是毕竟人家是死了爱人，又丢了女儿啊，放在谁心里都过不去啊。妈，你就别操心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妈，您现在啊，就是安安心心的把身体养好，等将来部队给我分了房子，我就把您接过去，咱们一块儿住啊。哎，妈，那个白头发了。你都这么大了，妈能不老吗？啊？哦。首长好。哪艘舰上的？报首长。180舰副导队长，还是个干部，不知道军港码头不能游泳啊？首长，我是去捞这个。导水长，快把衣服穿上。首长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往海里扔东西。我们是海军，更应该保护大海，爱护环境。是，快上来把衣服穿上，别感冒了。是，首长。谢廷泉，啊，是首长。郑云海大学的同学，对吧？对，首长，我们是大学同学，也是好朋友。嗯，快回去洗个澡，把衣服换上啊。是，谢谢首长关心。你这儿搞什么鬼呢？哥，你回来了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我跟秀珠要开发人生新局面，行了，快！我跟一凡哥要去东江了。啊，发展。画画啊？什么画？你跟他说。啊，我跟一凡哥要合伙去东江开一个军迷吧。哪有那么多钱开店呢？我鸡东哥借的。挣了就还他。嗯。你不在吉东那儿干了？我不在他那儿干了，他老让我管他叫于总，我叫不习惯，我自己就要当老总，开创一番事业啊！对，从小租姑做起，对，慢慢发展。天哪！你俩这么说话累不累呀？哎，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为什么中南不能开呢？非得到东江去啊？东江有你基地啊，不是离你近吗？这样我们过去以后，妈能经常见到你，也不用为你提心吊胆了。你们打算到部队门口去开呀？嗯，这个谢大哥帮着联系的，开店的房子还有咱们家的房子都已经有着落了。谢廷群，嗯，这小子真有两下子，不愧是好哥们儿。哎，小谢，别干了，休息一会儿。董事长，坐下，开完会了。对，刚开完会。小谢呀，我对不起你。今年年终三等功，我已经给你尽力了。你的工作，大家是有目共睹。可是，你也别难过，以后还有机会。董事长，谢谢你，没什么。这说明我和立功的同志还是有距离的，我一定争取努力赶上他们。年底我就转业了，舰长、政委和副长极力推荐你接替我导水长的位子，可是上面没表态呀。那会来别人吗？这不好说，想开点吧。哎，对了，小谢啊，听说你也是东风县的。是啊。那你和咱们副长还是老乡啊。是吗？
你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副长的父亲，陈副司令，当年就是在咱们东风县入伍的。进来，参谋长，回来了，昨天晚上回来的，今儿一早上就来看您来了，坐吧。哎，这次学习收获大吧？还成。还成？没好好学吧？报告参谋长，各项科目均已达到优秀以下，毕业论文被国防大学校刊发表。还有？还有一个记大过处分，对吧？嘿嘿。参谋长，这件事儿多亏了你，谢谢啊。你可别谢我啊，这种谢我可承受不起。我知道了。谈谈你的学习收获。开拓了视野，更新了观念，这正是我送你学习的目的。哎，参谋长，那您打算让我上哪条舰呢？法语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年之内要熟练掌握它。我学法语干什么呀？艺多不压身，别问那么多。您这么大领导，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？您可是答应好的，让我学完以后就上舰的。工作由你干的，现在的任务就是他。是。啊！副舰长，您回来了。你也在这儿？是，我来看看首长。这是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小谢跟我是同乡啊！哎，他还真是我从小的一个老朋友。你看，老朋友托他给我送两瓶治腰伤的药酒。首长，副舰长回来了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来，再坐会儿。不，再见，首长。哎，好。啊，要不送你啊？不用，再见。常来玩啊！哎，小谢人不错。那既然跟我们是同乡，怎么不知道？知道。怎么了？大大个脸啊！你妈让我代表她向你提出个严肃的问题，你必须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什么事儿？阁下，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那是我个人的事儿。不小了，28岁了，我和你妈妈都盼着抱孙子呢。啊，哎，我再问你，那小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出国还想不想回来？哎，爸，你怎么老说一些让人犯困的话题？我去睡觉去。哎，你站着。叫马经理，马经理，哎，就你。哎，你不是说咱们这店一开门就会顾客盈门吗？你怎么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啊？急什么呀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哎，你看，这不
来了吗？经理在吗？到。我是。部队大门外这一片也属于军事管理区，军管区不准放鞭炮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？不准放鞭炮？星期一去把罚款给交了。哎，同志，我们这是刚刚开业的。一凡哥，你看这怎么办啊？哎，他刚才说什么？交罚款啊！不对，他说我们这儿也是军事管理区。是啊。那我就在军事管理区里工作了。那我当军人的梦想就是实现了。